5 points on the trot. Hello, 这里是十六根羽毛。我们知道戴资颖在球场上很拼，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。在2022年底的羽联总决赛上，小戴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。在5-14落后的情况下，小戴接连斩下13分，把比分追平。小戴一共运用了4个杀招，除极限落点往前无敌的假动作之外，还有哪两个套路？看完视频你会恍然大悟，而且会感叹小戴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，这样以后关于戴资颖及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不会错过了。这是2022年的羽联年终赛，简单介绍一下赛制。大赛是积分排前8名的选手参加，分成 AB 两组，每组的4个人打循环赛，每个小组最终会有2个人胜出。 B 组的4个人是戴资颖、何冰娇、布桑兰、殷达农。这场小组赛是小戴对阵何冰娇。何冰娇是进攻型选手，左手持拍，杀球猛，落点刁钻。本来何冰娇的防守是个弱项，但这场比赛何冰娇防守状态出奇的好。第二局小戴失误连连，比分来到5-14，小戴落后9分。接下来小戴开始发威，一路赢下13分，打出很多精彩球，一共有4个杀招。第一个杀招极限落点，同样一个正手推斜线后场，这个球出界了，这个球才判出界，但鹰眼挑战看是砸线球界内。这个球应该也是砸线球，所以小戴的推球追求的不是两条底线之间，我猜应该是最后一条底线前5-10公分的位置。极限的落点让对手和裁判都判断不准。小戴的第二个杀招往前假动作，第一球小戴一个质量很高的搓球，何冰娇高高挑起，小戴杀左侧边线，何冰娇反手过度往前，小戴上网速度极快，一个假推真放直接把何冰娇晃倒。这和小戴打陈宇飞的一个球特别像，杀球之后上网抢到高点，然后假推真放。第二球何冰娇拨对角，小戴上网动作看起来特别像推球，看何冰娇第一时间的启动是朝向直线后场的，明显被骗到了。但小戴实际是放网，何冰娇二次启动去救，这次小戴抢到更高的点勾对角得分。小戴接下来的两个杀招更厉害，当然有点偏套路。小戴的第三个杀招往前逼对手挑球突击杀，第一球何冰娇吊球，小戴做了个低位勾对角，何冰娇上对角往前挑球，小戴一个调整步之后后交叉起跳突击。注意小戴不是右脚落地打的，而是左脚直接起跳，比普通击球早了半拍，何冰娇鱼跃也没接到。第二球何冰娇吊球，小戴中场拨对角，何冰娇上网来挑，小戴调整步转方向直接起跳杀球，勾对角逼对手起球，然后突击杀球，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。小戴的网前技术很细腻，他的搓球也能逼对手起球。何冰娇放网，小戴回放，这个搓球质量太好，何冰娇被迫挑起，看小戴击球时站的位置是个中场球。Oh, excellent. 看这个杀斜线的落点超级极限。小戴的第四个杀招快推斜线抓过度，第一球小戴起跳劈掉往前，何冰娇挡网，小戴的上网速度超级快，他又拿到往前高点，这次是推斜线，何冰娇后交叉被动接这个球过度往前，被已经守在往前的小戴抓到，直接扑球得分。第二球何冰娇搓球，小戴快推斜线，何冰娇被动过度后场，小戴起跳突击杀边线，这个杀边线也是砸线球，小戴就这么一路把比分追平。
making a real fist of it now. That's more like it from Taito.能看出小戴的技术还是超级全面的。一开始我们介绍了赛制，最终 B 组和冰娇戴资颖出现进入半决赛。在半决赛里，小戴以2-0战胜了何冰娇，晋级了决赛。你喜欢看小戴的比赛吗？喜欢他身上的永不放弃的精神吗？你觉得戴资颖是台湾之光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，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。2022年小戴对陈雨菲那场更夸张，在第二局比赛18-20落后的情况下，联手5个赛点，并最终以26-24翻盘。很多人看完第二局比赛都热泪盈眶。这次逆转真的是史上最强，也是小戴最激烈、最励志的一场比赛，强烈推荐。所以他说要耐心，但是速度还不能放慢。这分打得非常果断。是。之前的视频里，我们还说过戴资颖三大超夸张救球名场面，每一个都是经典中的经典，真的能让人振奋不已。看完你会惊叹于他是怎么做到的，还会很感动，感动于小戴在场上的永不放弃的精神。What a dive! What a turnaround! And the masterclass continues from Tai Tzu Ye. 还有一期，我们说了小戴在比赛中多次凭借假动作晃倒对手，就连山口茜、陈雨菲、奥原希望也不能幸免。虽然小戴还没拿过奥运会世锦赛冠军，但其实力是毋庸置疑的。那期说了小戴的无敌假动作是怎么吊打这些世界冠军的。The same formula.以上三个视频，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。再提醒一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，这样以后关于戴资颖以及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。这是一个关于羽毛球的栏目，节目会在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更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好了，羽球快乐无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